欢迎光临。半夜肚子饿了，幸好有家24小时便利店。哇，都是好吃的。来个三明治，来桶泡面。哇，这个寿司拼盘看着好好吃啊。这边还有冷饮柜，冰棍来一盒，再来瓶葡萄汽水。小姐姐，结账。这位顾客，这个柜台今天半价，需要选一些吗？那我要一个包子，一个热狗吧。好的，稍等。李某今日消费了多少呢？快来帮我算算吧。你小时候有没有梦想拥有一家便利店呢？我小时候要是有这个，我得美疯了。这是皇室玩具的小小店长便利店玩具，配件超多，便利店里该有的设备和商品这里全都有，而且细节还原很到位，做工超棒。话不多说，快来跟我沉浸式收纳商品吧。最让我惊喜的就是仿真收银的功能了，可以发出3种价格的声音，同时锻炼孩子的加减法，真是寓教于乐呀。10元，20元。嗯，我一个大人都玩了半天，别提孩子了，这在整个玩具界都是相当炸裂的存在了。